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这个女孩呢是中戏的表演本科。哦。各位老师大家好，我叫徐世新，今年20岁，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2018级表演系。她这是学霸呀，中戏中传播音双冠，北电表演全国第4，21世纪英文演讲比赛第1。哇塞，这学霸呀。哎呀，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。原来我是学播音的，然后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的女生第一名，中央戏剧学院播音与主持女生第一名，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的整体排名第4名，还有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八名吧，因为太久之前了。气质上看着就很好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气质非常重要，对于为了演员的那个气质和素质。哇，这个可以。他写字了。这个动作很帅。嗯。那个字，字。哦，他真的有写字哎。嗯。哦，好棒的创意。对啊。好酷。他写的啥？啊，韵。韵。啊，他是一个行书的韵。啊，对，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写字，尤其喜欢北宋的米芾，然后他是比较注重哲理、书卷气，还有情感表达，所以我觉得这跟我的表演就非常像。他需要一个人有思想，有自己独立的解读，然后我也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有韵味、演戏是能让人回味的一个演员，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这样的字。说的多好啊！好，给。亮亮亮亮亮，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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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别的文化底蕴足够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。是的，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，一定是文学功底一定要强。嗯，对。如果他来我们这个班，我们班还有啥不会的东西？泰语、英语、跳舞、流行、古典。徐世新，他特别游刃有余，然后很松弛，就觉得他表现特别好。好美啊！啊，我觉得有可能是才艺。肯定能来我们班，我有种感觉。我们俩每个人都，这个人来来我们班，这个我有感觉，他一定会来我们班。我觉得也是。吸引他注意。啊，就是我，真是搞错。我觉得我不定义自己做一个新人演员，谢谢那边的老师。我选择自定义班。好，恭喜李老师，喜得爱徒。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